地理图。是这个地理图啊，按现在那个贯口的篇幅来说，是这些贯口活里头最长的。嗯，为什么这么说呢？你要是周场啊、夸讲究啊这类的，它是阶段性的。是五月节一个贯是吧？八月节一个贯，过年一个贯，腊八一个贯，它是这么几段。寿老当时写这地理图时呢，用的是那个世界地图，那是民国时期，就是20年代的时候那个版。嗯，所以他这个随着这个地图行政区划不断的改变，这地理图里面的这个国家呀是没有变化，对国家呀、地名啊、地名啊，咱们中国的地名也是一样，对，不断的在改革。这个活的作者就是张寿臣，是。所以今天就听一听啊，非常珍贵啊，这是到现在来说得有小90年前的声音。好，我们来听张寿臣和陶香如何说的地理图。陶先生，是您在这个地方待多年了？十好几年了。这是我新进到这边来。是啊，到这边找个人。找哪位？找我哥哥。你哥哥在什么地方？在天津啊，给人治治着。在哪公馆呢？在什么庙里头啊？叫什么宫？娘娘宫对吧？哎，对了，娘娘宫。您不认得吧？不认得，老人家您告诉我。告诉您呢。啊，您姐这儿奔东门进袜子胡同。啊啊，您就全这庙了，门口有个旗杆呢。对了，有旗盖是不是？有红栅栏里的俩铁狮子，庙后的是学堂，离着三十河口不远吗？哎，您说离三十河口那不叫娘娘宫啊，那叫什么宫啊？玉皇镐。哎，对了，上玉皇镐。上玉皇镐啊？我哥哥不叫娘娘宫，在玉皇镐。您姐这块奔观音后啊，坐红牌电车啊，下电车您就瞧见了，他一喊大口您可就下。哎，这庙在高台上头。哎，离高台远了。四围是开挖。哪儿开挖呀？四月的热闹吗？怎么？4月28都给耀爷烧香，离着好几百地都烧香去。您说那叫蜂窝庙？哎，蜂窝庙。哎，你是找人，你是逛庙？我找人呢。蜂窝庙啊？啊，也这您奔南关下头。啊啊，5毛钱坐四轮站，您就瞧见这庙了。啊，在高坡上头有旗杆。有旗杆，有雕斗。哪有雕斗啊？挨着自来水，离着府衙门不远吗？哎，又给搬了家了。那不叫蜂窝庙吗？那叫城隍庙。哎，我上城隍庙。你这是挨骂，你这是怎么了？您这是怎么了？打听城隍庙，您认得不认得？我怎么不认得？认得您告诉我吧，赶紧去找我哥哥念您的好说。您这上城隍庙啊？啊，劳驾吧，不跟别人打听了。您告诉我就不打听了。告诉您呢，说吧。您今儿奔老龙头啊？老龙头，花2块2毛钱打张北平票啊啊，上北京。先生啊，我上城隍庙，我上北京干嘛呀？是啊，都得姐这么走啊。上天津城隍庙。对了，先奔北京。嗯，到北京怎么样？到北京奔西车站啊。您呢，花几块钱呢？您打上保府的票，干嘛呀？不是上城隍庙吗？啊，先上保定。上保定府怎么样？坐着张开路的火车，您奔山西太原府。太原府过娘子关走，铜关出嘉峪关。嘉峪关八百里的瀚海，自带干粮，自带水。嗯嗯，过了瀚海，路过火焰山。啊，找着牛王在八戒接来。怎么您这里头还有西游啊？这是上城隍庙这股正道，告诉你啊，这上城隍庙。哎，怎么样啊？国穿行国，狗头国，鸭子国。啊啊，您到了恶国，坐着飞艇过北冰洋。您打听有个吴子郎祠堂界饼，那就是城隍庙啊。还有吴子郎祠堂，这是要紧的啊。老人家先生，是是，这城隍庙打听可不是一天，没人认得我。昨天还打听了，在哪儿啊？也在您这地方。是啊，打听这个人呐、啊，这个人跟您长一模样。是是是，这小子这心情可差远了。怎么？跟您这心情多好啊。嗯，您要是上城隍庙，有10年8年的我到了。用不了啊，那小子让我走这道，是打这留了胡子我也回不来。让您怎么走呢？跟您这心情差远了。嗯嗯，您让我先奔哪块？老龙头啊。您有德行呢。是这小子啊，让我奔北大关。嗯，走吧，他远了啊，远喽，远了。嗯，哎，你这也不近。是啊，让您怎么走呢？奔北大关过大红桥呢。嗯，走阳春蔡村河西路安平码头张家湾到通州。嗯，八里桥进北京西湖门，出北京德胜门。哎，奔清河沙河昌平县南口青龙桥康庄怀来沙山保安下花园。嗯，新庄子宣过府沙岭子宁运张家口。嗯，台沟西湾田镇阳高县俱乐部周世光。哦，大丰孤山普子湾。是丰镇苏集平地泉绥运西宝西宝岛甘肃兰州西宁凉州永昌甘州嘉峪关安吉哈密吐鲁番。嗯，新疆迪化金河伊犁温索进西藏聂勒木扎斯伦布拉萨莫若贡县拉里巴塘里藤鸭龙江。嗯，四川成都府闽江叙州重庆夔州宜昌荆州沙市汉阳汉口武胜关孝感信阳燕城曲州郑州开封归德曹州山东济南府
党继宗、张霞、万德、季友泰、跟东北五大文寇，是吴顺、徐福、兖州府、顾准、新桥、曹老吉、蚌埠门台子，嗯，灵怀关、小西河、石门山、张伯岭、担子街、花旗营、浦口过江奔南京，是龙潭下属镇江府、新丰丹阳、吕城、长治、横林、石塘湾，嗯，无锡望亭、苏州府、外扩塘、正义、昆山、陆家滨，嗯，安亭、黄渡、南翔、上海、松江、嘉兴、杭州、绍兴、宁波、台州、温州、葫芦、厦门、漳州，嗯，山头、九龙到香港，哦。北安南交趾暹罗缅甸阿富汗卑鲁士不丹尼泊尔哲木熊库尔卡印度、哦、过去里海黑海到欧洲，嗯，纳威瑞典德意志奥地利亚瑞士亚德亚海意大利法国巴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伦敦，嗯，出欧洲进非洲，是类似埃及阿比基亚摩森比基开普兰塞内冈比亚，嗯，出非洲摩洛哥过大西洋纽芬兰魁北克加拿大维克多利亚旧金山是三佛兰洛基山密室美国纽约华盛顿，嗯，墨西哥中亚美利加巴拿马亚马孙河、苏克雷、蒙德维德亚、拉布拉德河，嗯，麦哲伦、利马基的维瓜多，过澳洲、菲律宾、南洋群岛，穿太平洋到日本，不、哦，东京、长崎、鄂俄、海参崴，回中国、黑龙江，嗯，齐齐哈尔、哈尔滨、双城、古蔡、吉沟、姚明、浦海、关城子，嗯，长春、孟家屯、范家屯、陶峪屯、刘房子、公主岭，郭家店、四平寨、全图、板桶、昌都、马正河，嗯，金沟子、开燕田、乱石山。新城的文官屯、放亭、黄姑屯、新龙店、巨流河、新民府、柳河沟，嗯，白旗谷、达布山、高山的青堆的赵峪屯、沟棒子、哦、大连河、双鸭店、锦州女儿河、高桥、连山、韩家沟、兴城、白庙、沙后所、绥中县田所、山海关，嗯，喜峰口、赤峰洲、若河、八姑喇嘛庙、草地树林、买卖城，嗯，出去外蒙，穿过了西伯利亚，到了北冰洋，这才找着神户。我这棒子嘛。这人这心情跟您差远了，可实在不对哟。您念多少德行？不敢。这小子让我游遍地球五大洲，不对。这么一想啊，不问人家不对。怎么？怨我眼睛不留神。哦，打听道不得瞧这人五官，自然喽。五官长得文妙，心里一定俊气。是。五官长得一个王八蛋似的。哎，心里一定嘎嘎子，那自然喽。打听完了，我一瞧这小子这个长相，是是。哦，我就寒了心。怎么？这小子长得这么个探头缩脑，脑活热筋。嗯。金瓜月斧，斧也够差。茶点牛鹰，鹰门长钉，钉破木兰，烂棍打死。是是。死后发魂，魂不附体，体不成人呢。您听我跟你。人不人，鬼不鬼，半中腰长出两条腿。哎，蓝不蓝，绿不绿，河里猫，王八地蛇。蒸不熟，煮不烂，打不改，骂不挂，雷不进，闪不绕，猪不吃，狗不嚼。哎，老的不疼，舅舅不爱，这么个王八蛋。得，你说中国人吧，没那个鼻子。是啊。说日本人吧，又身形又高点。你瞧这个嘴。印度眼珠又不对。呵。这小子长得这么个六国合半。这骂国也没那个气力骂他了。是啊。我上城隍庙得了。那我呀，走您这个道，上这个火车呀，啊，奔北京。您上哪儿？您走吧，今天天晚了。您上哪儿啊？上北京啊。上北京，您上走您这个道啊？干嘛上北京？干嘛上城隍庙啊？就这西北城角不就城隍庙吗？甭出天津了，干嘛呀？给您作揖，甭到老家，骂出你实话来，别黑嘛。这个活呀、虽然是六分钟啊，但是它完完整整的体现了张寿臣的这个表演体系。对，前面还有一个电话，哎，这个庙游子就在这儿了。你好多朋友说了，这个活别管怎么说，你从这个唱片上来说，嗯，就是在天津张寿臣先生大红了之后编的活，这里头的这个庙游子游的是咱们天津的这几个庙，没错，哎，城隍庙、蜂窝庙等等的。他说的也是咱们天津北大关啊，西北城角啊，都是说的天津的地名。就刚听的时候我跟小四也在聊、就这段地理图里面、寿老他背这些地名的时候、都是几个一顿几个一顿，是是是，不像现在的我们听到的版本都是从头背到尾、一连串。张寿臣先生这贯口呢就跟说话一样、嗯、他跟那后来的这个后世的这贯口为了贯口而贯口不太一样。是这个录音非常非常的珍贵，虽然中间那个地名啊缺了一块，因为他录唱片的话、这一面是三分多钟，对，他要翻面、再翻面又是三分钟，你这一个贯口现在要全的话得到四分多钟，是，那就影响了前后的，他最后那个骂话那点儿，还得保留、所以他中间那罐儿呢就剪了一块，去掉一部分，哎，但是呢你能听出来寿老就是他的这高超的这种贯口的功力。是的，你想这个录音这是30年代初期在胜利公司录的，那是张寿臣最红的时候、在天津那拿双份包银呢、所以说呢他那阵和陶香如留下了珍贵的录音，他录过5张唱片、有机会咱们这5张唱片都可以在老活听不腻当中、为您真情放纵一下，其中展示一下，这是其中的地理图